手下。已经无路可逃了，是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如前所说，开一瓶红酒来款待你们？这家伙怎么还是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？难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，此时此刻，雨兔的确在帮助你。如果我说不是呢？举个例子，过去在圣痕计划执行的时候，他不是圣痕计划的主导者吗？那个女人只会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行动，她连尊主都不怎么放在眼里，又怎么……只不过从结果上讲，说到底，我根本不关心雨兔想做什么，只要她产生的影响对我有利，那我又何不顺势而为，因势利导呢？比如说，此时此刻，要被捉住的人，好像并不是我。这是量子之海。灵感，这个嘛，